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成伟老师。今天是1月14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114这样的一组数字，它是生气磁场的加强，代表呢你的准备和努力过后是有很多的这个贵人相助，无论是在这个事业方面有这个贵人给你介绍工作，或者是你在事业上这个帮助你的朋友会很多。在财富上面呢，有一些意外的收获，有贵人帮你带来财富。不过呢，他也很喜欢开心花钱，很喜欢享受生活。感情方面容易遇到好的对象，比较甜蜜，相处融洽。在这个健康方面比较容易有肠胃或者是五官类的问题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数字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线上阴阳数字能量学的讲座或者课程。